喂，尚杰。这个是廖旭吗？这个背影很像他。你看看，他也没有门卡，他是打了个电话之后才进了楼。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个楼里的住户。而且你看，他对楼里的结构是比较熟悉的，他主动避开了监控。廖旭，1月1号到2号，你人在哪儿？1号到2号，我和我女朋友在一块儿。对啊，那几天我一直跟小旭旭待在一块儿呢。黄琦，你要知道，在刑事案件侦查中，包庇犯罪嫌疑人情节严重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希望你考虑清楚，再回答我们的问话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两天从早到晚，他都跟我在一块儿，就没有离开过一分钟。案发当天，你们两个人到底在哪儿？我们确实人都在酒店里，我们和朋友一块儿住的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我也不知道他们真实姓名叫什么。他们是一对夫妻，和我们在网上认识的，当时是由他们办理的入住。哪个房间？203号房。你都不认识他们，为什么要跟他们开一间房？我们四个住一块儿。这些就是梁英的银行记录，朱一查过了。1月2号凌晨1点多的时候，他去超市买了很多吃的，有一些什么关东煮、包子、啤酒饮料，还有狗粮。可是，在尸检的时候，梁英的胃里并没有找到这些食物，而且在他们家里也没有找到，甚至没有食品的包装袋。会不会有人在他们家把这些东西吃了，然后又把相关垃圾扔掉了？廖旭，先去酒店查一下这个廖旭，说没说实话吧。您好，我们是刑警队的警员，我想看一下你们这儿的入住登记表。哦，好的，您稍等一下。这是我们酒店入住登记的人员信息。谢谢。是这。可以找人带我们去一趟203房间吗？这边请。就在这边，飞动。请。好。这就是203房间。好，谢谢。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一层的监控录像吗？可以，跟我来。好，我去了。嗯。监控看这么久，真的很令人发指啊！哎，你们不觉得我们警察应该飞奔到外面去打击罪犯吗？啊，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看监控啊？喂，你们这些冷漠的人，肚子都不饿吗？啊，凯哥，你要是饿的话，你就去买宵夜吧。帮我也拿份方便面，谢谢。哎，
31号晚上7点，有一对情侣的确进了这个房间。又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廖旭带他女朋友也进去了。我这边看到是在次日1月1号的中午，两对情侣一起外出，大概在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才一起回的房间。我这儿的监控显示的是1月2号中午11点左右，廖旭跟他的女朋友先行离开，在12点左右吧，当时跟他们同行的一对情侣才离开。之后他们就退房了。酒店前台记录显示，他们退房时间是12点半。根据视频来看，廖旭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所以这个行迹诡异、走进梁英家单元楼的男人，不是廖旭。那我们现在首先要弄清楚这个男人究竟是谁。哎，那边哦。你们看看，在这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啊。没有，没印象。你们有没有见过奇怪的人？奇怪？你见过吗？没有。肯定没见过。是啊。你们好好想想。有人出入过梁英的房间吗？想想啊。戴帽子，没见过呀。戴着帽子。没见过。应该是外面的人吧？会不会是外面的人？就是他。肯定不是我们这边的。站住！站住！跑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视频里的这个人是不是你？啊，没错，是我。你为什么要去这儿？我回自己家呀，我那天忘带门卡了，然后家里也没人，我就打电话让物业给我开的门。喂，物业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，那你回家为什么要躲避摄像头啊？啊，我没躲摄像头啊，我就住这儿，我躲什么摄像头啊？我这是进门时正好打电话呢。怎么了，警察同志？我没犯什么法吧？钱宁，报告都出来了吗？出了。现场洗手间地毯上的头发和被害者胸部遗留的 DNA 一致，可是我们经过反复对比，不管是李雨薇还是刚刚抓到的那个男邻居，他们的 DNA 和现场的 DNA 都不匹配，所以姐，一切又回到原点了。在看什么？哦，梁英的朋友说他经常去动物救助站当义工，我觉得他这人挺有爱心的。嗯，他经常去这个流浪动物救助站，我打算过去看看，看有没有什么发现。嗯，不打扰你了。这儿就是平时小狗们住的地方，你可以随便看一看。这里边有很多都是梁英和我们一起救助的，你看他们多可爱呀。梁英的父母每天都打电话给我询问情况，他们一直都特别着急，可是我好像也没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。我也不敢打电话联系你，怕会打扰你们的破案进度。是啊，一般在这个时候，被害人身边的人是最难熬的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只有尽力。
他叫麻团，是新来我们这儿的，你摸摸。咱们再去那边看看吧。好。他们都是被人抛弃的流浪狗，等着他们的新主人接他们回家。进来。你来了。过敏了？谁知道我们英明神武的队长会因为狗毛过敏呢？谢谢。有什么发现？你看这段。这是新送过来的监控录像。这个人我在流浪狗救助站见过。他是抱着狗吗？这男的和梁英一起出的门。晚上李雨薇送梁英回家后，他又出现了。你再看这个，按门禁上的楼。过了一会儿，短暂外出。早上离开时有些匆忙。一个小时左右，拿着包又回来了，刷卡进门。你说，梁英这个时候还活着吗？恐怕凶多吉少。展阳，28岁，户籍龙城，在本市东区新港花园租房独居，无犯罪记录，但3年前曾因同事指控性骚扰而离职，现在是华信企业的技术职员。走。是。展阳。把你手印按出来。使点劲儿。一号那天我捡到了一只小狗，我自己养不了，梁英就说先送到他那里去，所以我就去找梁英了。
天哪，来给我。拿好了。之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天，他接了一个朋友的电话，我不想打扰他就先走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晚上又去找梁英了，买了好多薯片。那天晚上我没吃饭，他就说让我拿着他的卡去买点吃的。没给小狗买点？没有，他吃过了。在那之后梁英就说要去洗澡。我刚刚好像有点冻到了，我想冲个热水澡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会儿？好。来。过了很久他都没出来，我叫了好几声他也没开门。梁英，梁英，梁英，等我进去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地上一动不动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心脏病。梁英是窒息而死，不是心脏病。我又不是警察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还被性侵了。不可能，我完全没碰他。你没碰过他，为什么我们在他的体内和身上都提取到了你的 DNA？ 想吃吗？夏萤，你这么做不对吧？你走吧。
我又一次回到梁英家，把现场可疑的东西都装包拿走了。喂，阿姨，梁英的案子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证据确凿，杀害你女儿的凶手我们已经抓到了。好，再见。干什么？手里的活都忙完了啊？你，报告写完了吗？我报告写完了呀。早京系的案子呢？各位，有什么进展吗？查到什么了吗？如果没有进展的话，能不能快一点？上前。整理报告吧。我正写呢。他怎么了呀？他行，赶紧看，赶紧。你还不习惯？我早习惯了。看什么看？写你的报告。太凶了。请问晚上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啊，没有啊，就是吵架的声音，或者是喊救命的声音。我晚上睡得比较沉，没听到啊。那你晚上是几点睡觉？我一般睡得早。昨天晚上我十点就睡了。这家业主跟邻居们的关系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他们家叔叔和阿姨对人都挺客气的。他们家几口人？就夫妻俩和女儿。哦，是养女。夏法医，听说有认知性精神疾病。夏姐，夏姐，哎，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过什么可疑的人员吗？没有，我们这边物业管理得很严格，进出小区都是需要业主卡的，访客进入都需要登记。把访客记录给我看一下。啊，好。还需要你们小区的监控记录。啊，没问题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夏法医，死亡时间多久了？两个多小时。来了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上面还有一具。那我上去看看。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